侠先若是。见此先机，在身中嗜血邪毒之际，强持精神，以意志布下悬空大阵。挚友书楼龙秀更不惜永远邪化，替见此先机吸出邪毒，忠实的见此先机得以恢复如常。而在左无咎与邪化的书楼龙秀争执不下之际，见此先机冲冠一怒，引动体内潜藏的悬空真气，导致自身恢复昔日样貌，并以侠仙若士自称，性格也趋于严厉，唯守护正道与苍生之心不变。虽然自身功体不全，但凭借着寄藏于天地之间的悬空真气，侠仙若士得以持续为武林付出心力。为了帮助龙秀恢复人身，两人一同在天善子的帮助之下进入天窍修炼。天窍考验一心而起，未料呈现在眼前的是昔日的一段往事。面对啸风君与穷明之缘，侠仙若是与书楼龙秀能通过试炼顺利回归武林吗？